现在是油压缸的进一步的测试，我们正在利用这个 B 跟 C 的两组油压缸的一个动作，在各位可以看到呢，其实整个车子会跟着移动啊，整个车子会跟着移动，所以它会自我调试的去找到它的位置。好，然后呢，陈玉帮我升 C， 升 C， 谢谢。好，停，然后帮我升 B， 然后我会把 B 升到比 C 高哦。我们现在就 demo 这样的一个过程啊。那现在的速度呢是节流阀。哦，各位看到它要开始移动了。节流阀呢，就是转到底之后松一圈的一个速度哈，将来也可以更慢或更快。好，停。好，来，我们一起降。好，那我们的控制器很简单，就是一组这样子的。就是里面有 POC， 它会同时控制总压，还有 B 跟 C 两组电磁阀等等啊，那就可以产生一个这样的效果。好，以上就是我们的油压折叠舞台的第一次完整测试。我们还有一些东西要改善，谢谢大家。